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中原大学的张振宇纪念图书馆。天，小雨来到了中原大学的张振宇纪念图书馆。在他去看书之前，他先把他的小行囊放到了入口处左侧的免费置物柜中，并去跟张振宇的小房间一起拍了合照。耶！今天谚语准备来一场艳遇。哇，这里可以用电脑看影片。诶，讨论室有帅哥吗？哇，这里还可以自助借书诶。去楼上看看吧。这里有以主题摆放的书展诶，旁边还有好多书哦，去看看吧。啊，拿不到，拿不到。是不是帅哥？哦，这边还有新书区哎，还有好多人在看书哦。哎，那个人看起来很认真，去看看他在看什么吧。还有专门给研究生读书的研读室哎，一人一间，好有隐私。来睡个觉吧，舒服。正当夜雨要离开时，一个帅哥走了进来。是不是觉得中原大学的图书馆超赞？快点来中原大学张静瑜纪念图书馆。